来啦，守护星，守护星，守护星，金骨，你看看，守护星283颗，来吧，我们完成我们的梦想，中路开通。哎呀，各位，左上角一发开通。星盘大师可不是浪得虚名的，来，走起手天元中路一发开通。嗯，就刚刚有没有想拍手？来，没，不可能保底的啦！来，右上开通两发入魂，左上开通三发入魂，右边中间。我没有保底，为什么你会到最后一张呢？哈？为什么？赚烂，中路开通，减免加三，哇靠！集体今天真的是提升到无止境了。星盘大家收图吗？可以收图。格力特中间伤害很高、啊，不是格力特中间，格力特中间不好搞啊！啊，不然我先开这个，我开到第二个洞好了，来，我开到第二洞。那个选对 BGM， 人生没烦恼哦。这个就是提摩之歌，守护者之力。想防守啊，先问过我们的守护者联盟。来啦，泰瑞在哪边？泰瑞刚刚不是说一事无成吗？东东再给他一发啦。哦，没有啊，左路啦，两发啦。哦，没有，右路啦，三发啦。没保底，只要不保底，一切好谈哦。只要不保底，没事啊。我们开到这一格，你们说这个很强，是不是？我们开到这一格致命能量。因为其实我现在也不知道开什么啦，我就先反正先把祝福卷收起来放。这一格的话，右上一啊，一发中，左下。不会吧？我干！没保底，没事没事，没保底，只要不保底就是赚。好了，不开了，不开了，这个到中间就好了，不要往下开了，再往下太硬了。开哪一路？我现在没有方向，给我一点方向。我是想开上面啊，上面我觉得天鹅打怪蛮帅的，可是人家说帅不能当饭吃啊。但我是吃的蛮饱的，我一直都很帅。致命哦，好了，致命是不是？好了，致命，敏捷加一嘛。好了，完了，这个没灵感，没有灵感，看一下。果然还是要靠直觉。OK， 两张中，星盘大师敏捷加一，开到致命恐慌嘛？好，我们试试看这个无视减伤。哇、哦，看好多张，这个7%，这也太多张了吧？该不会天元吧？啊，这个没有灵感。好了，摩西分海，好，摩西分海了。随意开哦，凭直觉吗 ？Oh no！ 哦吼吼吼吼，有点硬啊！哎呦，哇，真的是要靠直觉。
好啦，致命恐慌，开到我就看怎么弄，干也太多张了吧。好，告诉你们吧，妖精转职啊，有一个技能叫做元素治愈。元素治愈正常，你活动期间是花180万冥币可以获得。那我们这边的人讨论了一下，就是好像可以不要花这个钱，我们可以省一点，利用转技能的方式来取得元素治愈，这样子会比较省。转红技的话，一次才900去换180万，去赌这个绝对划算。能够转的技能有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封印禁地、精准射击、鹰眼精神、元素治愈本身，还有火焰之剑，这五招是可以转的。所以你可以趁此阶段，如果你想要省180万冥币去赌这个以小博大的概念，就利用转技的方式，你可以先去把这五招技能比较便宜的收下来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，感谢你们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咯，大家拜拜。喜欢我的帮我点个订阅，点个赞。